因为万一唱声出来不是销量很大的话，成本上也跟不上。所以说在这几年从事这个吹气不好的已经下降了，基本上应该三分之一的单在欧美的下降了。我们现在主攻的是那个南美市场，南美市场包括中东这些国家，南美包括我墨西哥也是南美，墨西哥量是挺大，还南巴西，再一个阿根廷，那个智利，我们这些做的比较多。目前欧美的我们就稍微回落一下。中小企业里面，真的下滑的一些条件，据了解是下滑15%到20%左右。但是有些大的企业可能它比去年还好，这样的企业比较多，对吧？所以每个企业都不一样销售的状况。我们这些产品呢，主要也就是去欧洲、美洲，然后今年的销售情况呢，跟去年相比嘛，也下降了很多，差不多30%左右吧。今年生意比较淡的。这个说好找，有技术的好找一点，没有普工的话，没技术的还是不好找的。是吧？还是要有技术的。要稍微有一技之长的话好找的。没有一技之长不好找的。普工还是打普工嘛，工资又不高，全国各地基本上工资都是差不多的，都平了。I know that manufacturing in total is down and continues to be down. It's down year on year. The projections are that it's going to get worse. So it has t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Christmas season. It has to have some impact. Yeah, many departments. And,